右边偏上，摄影大哥，你们也太有创意了。看一下后面可以吗？可以，看一下后面。好，哎，好 ，OK 了吗？啊，多大都没关系，只要是拍两部片以内的，都有符合我们的竞赛资格。右边，新的角度喽。好，这是台北电影节的官方摄影师，笑开一点，因为漂照片，一张照片放得下啊，几个下啊。新的角度喽。好，这是台北电影节的官方摄影师，笑开一点，因为照片，一张照片放得下啊，几个下啊。来，右边。